兄弟们看这把，开局拿的风暴徽章，第一波选秀抢到金蝉，一切看似平平淡淡。第二个符文花光璀璨，再拿风暴文章，先入六级为安，胜负不以为然。云端又见金蝉，当面收入我囊。大棒金铲神龙转入七境天心港，金品符印心甚王，神龙之威金又攒，连败不可挡，速向八境赶。云端收亚索，八神金相左，神僧一角谁能夺？阿索生星乱群活，奈何有恩见光硕，八神骑兵皆祸祸。密宝收钱币，再和神尊一，八神五峰金出力，陆羽有恩论武技，又不敌身死逆，性斩神龙晚颓意。奈何连败将玉计，直入九境苍穹壁，小一帝风暴起，领衔尊者救大义，八神八峰双彩戏。岂知出战不敌身先帝，由圣司血心玉气灭霸主，收钱币归来地牌小心意，忽见两星同相避，风暴神龙金夺利。